在这届FC的活动，我们尽力到很多失败，像是借不到电脑，或是成员没办法每一个都在任何时间都到齐，但是我们现在做到了。这次的DFC活动，我觉得很有收获，这次的DFC活动，我知道转奔跑的东西，因为这次的活动我上网去找更多有关于转奔跑的资料，所以会更了解这次的活动。谢谢。我觉得参加完这次DFC的活动，我收获很多，像是告诉我们不要带转向奔跑，因为带转向奔跑可能会受伤，然后可能会伤害到他人，让学校又多了一件新闻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以快走代替奔跑。